提到民俗印证文化呢，我们的应该是说在舞蹈类来讲哦，像比如说像跳勾顶啊，那个也都是呢我们非常早期的一个民俗的一个舞蹈。但是呢，我们现代的一个民俗舞蹈加入了我们现代的舞环哦，所以呢，呈现的就比较现代类，也融入了很多民俗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哦，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不同民俗文化的一个表演艺术。先鼓励，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团员，非常精彩的演出哈。这一看呢，就是知道这些科班我们的舞蹈科班出现的哦，每一个的那个动作哦，都非常非常的有基本功的一个。